我念家，我跟爸妈来北宜看二哥，不要讲小久。安姐，你先莫讲话，静就听。昨暗我替阮瑶甲恁爸检体，去做 DNA 检验，对上提着报告，确实有问题，所以我赶紧通知你。你先保持冷静，莫激动，其他的咱见面再讲。安姐，卡冷静诶，千万袂当让爸妈跟二哥坏了你的心情。那是讲电话转来，你面前出顺啊？安姐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就让任源发生一挂状况，我即马过去看卖。你是要叫啥啦？想卡的我看。我要来走了，你别给我救了。安杰，安杰，好啦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我去也无要紧啊。什么无要紧？以前一个黄金伫咧西人伊啦。金的，金的伫西人伊，啊，你是咧讲啥啦？你搁去咩私底下咧查文瑶？啊，搁去育幼院摕文瑶的捐血卡要做文章？啊，搁敲电话安杰想要破坏文瑶的记者会？上离谱的是，安杰哥哥，伊利用胡迅安尼帮我文瑶诶。文瑶为着要救咱，连性命拢无顾啊！讲文瑶啥物目的，只要拍死我，我唔相信啦。这金妹哦，真正有够害啦！顶回害文瑶无甲伊计较呢，啊！啊，即马佫想卡想胖，要来害文瑶。我一定要找伊哦，问我清楚。拢是你啦，你想过小静啊啦？你这伊真卡离开用心，啊后卡当然管理基金会，伊就是看你良心，才请你告告。是找个空哦。我看伊哦，都袂堪要看咱一家和睦啦。我绝对袂当让伊搁伫遐咧做戆做硬。我拜托你，你莫搁再乱啥物结婚啊无？你紧哩赶伊走会使无？啊，我即马去找伊，看伊到底想要安怎啊？啊，兄弟！哎呦！你唔当乌眉叮当啦！哎，康翠兰是搁离开是要安怎啦？对啊，你好好休困哦。王文金对你所做一切，我跟你爸爸哦，会替你讨回一个公道，绝对袂让你哦，搁受到侮辱，也搁委屈。爸爸跟你保证啦，今日若真正有做一寡代志哦，伊搁想要陷害你哦，爸爸一定甲赶走，袂搁甲伊有啥物牵连啦。王文金到底甲安姐讲啥？竟然让安姐过人失信去？我真无简单，这个案子的围攻可以毁我性命。不过即马案子看我眼神，我真正会惊，我惊我永远失去案子。电梯款去得着啦！我敢有看唔着？迄个人的目睭，哪敢睁得这么神啊？
唔过，你老可怜，而且佫穿乎你所的衫的。喂，我来去确认一下。喂啊，你是在想啥啦？啊，面生哪遮尔歹看？顾美啊，你是要去倒啦？顾美啊！干嘞！你是谁？我看。请问你有什么代志？啊，歹势，我认唔着人。胡美啊，啊你安尼嚣嚣公公，甲人抓落来。是甲迄个护理师认做什么人是无？无啦，目睭花看唔到的。啊，你是要等去公司？咱稍微坐电梯落去啦。行行行。刚才让我替他准备，要若无，真正无我都随你将人带走。小戴，我会赶紧带小雨去有干爹啊。杨哥，离开了后，你得赶紧处理监视器的画面。绝对不能够出差错。王队，咪咪咪咪咪，迄台车是安怎？冻在路灯拢唔开走。算算起来，是你开别条好啊。我来看卖是咧，你伫车顶，把门锁掉。张教授派你来演，伊即马连演都无想要演，而且伫咧大马路放屁，别啰嗦啦，乖乖配合带阮行，你才免吐皮子啦。去车顶。我面前危险啊！我们赶紧报警。你若是报警，王文金马上就无命。留下。我已经处理好了，真好，会当做啊。啊，搁有一件代志，拄才才发现罗安姐嘛伫咧车顶，我已经该做镇定剂啊。罗安姐，哼，伫记者会顶关于甲王文金在即马甲小雨的新闻突破，即马因两个做伙行动马上是合理了。
啊，不过小雨一直真要紧罗安杰，讲需要留淡薄仔余地。免，斩草就要除根。只要威胁到小雨的人，不管是谁，一个拢袂当留。是，我知影，我马上来处理。改过后，不准有一个造成。干爹，小雨以前着急，着急把得要起痟啊！你敢真正都袂唔甘？人，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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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莫丢安姐。不管你要做啥，我拢乖乖听话，我得去做。我敢求你，你莫求安姐好无？你放下这条命，我拜托你了。干爹。小雨是你的公囝呢，伊自细汉到大汉拢只听你的话，你敢真正要对伊这样凶？公囝有啥物路用？一个后生唔听嘴，留在我身躯边，敢来造成我的困扰佮阻碍尔。也过伊即摆已经受重伤啊，伊若佫继续安尼落去，真正会死呢。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你莫因为你一时的情绪，让恁爸仔的感情走到绝路。我就是要让伊知影，爱情只是一时的。我要让伊真清楚，除了爱情以外，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完成。这边我一定要斩断伊对罗安杰的牵挂，我要把伊心救倒来。我不可能让这查某囡仔有机会再来控制我的后生。你拢无需要再替伊讲话啊！这十几年来，伊放弃家己的身份，这二年真正在打拼，伊是为着啥？阿哥，你的付出牺牲是为着啥？我绝对无可能目睭金金，就看伊为着一个查某囡仔，将所有代志全部拢毁掉。不准良心，绝对唔通想要放伊出来哦。若是伊出去，加了一挂事端。所有后果我都爱你负责。干爹，干爹！爸，爸，爸，你别乱走！爸，你别说一句！爸，爸！小雨，干爹已经走啊。我拜托你较冷静的，啊无我惊你身体袂堪的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拜托你啊无，你莫搁安尼折磨你家己啊。假使讲你若真正出啥物代志，我嘛活袂落去啊。我看你安尼，我真正做唔甘的。